吾何尝不希望子桓、子建，他们能有一人为天下而改变自己。子桓公子一定不会让大王失望。我司马家两个儿子与中郎将同生死共进退，只求中郎将救救大哥。父王降罪子建与杨修，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太子。是，那你叫我怎么放手？新三国志手机版军师联盟首播在中视。